狂风暴雨这个词我是从小到大都没用过啊，第一次听到，觉得也是蛮新奇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 这场赢啦，优势那么大，他二矿是一定守不住哦。 都盖起来，他怎么可能收？他视角有看到吗？如果他的视角有看到的话，你觉得我会盖那个位置吗？你觉得我会盖在一个他视角看到的位置吗？太天真了。 学一下哦，好不好？学一下好不好？这么强的光炮，其实他这时候果断炸掉还有救，那来不及炸。真别闹了，你以为我打的东西是靠晒的吗？这都是有讲究的、啊，好不好？学一下好不好？这招拿去轻松上大师啊，大师不敢说啦，钻石一定有。神族用这招天天光炮那个虫族，你就上至少钻石。 也不需要什么技巧，把光炮盖起来就好。他珠宝一掉，对，就打个笑脸，打个笑脸。他原本可能还想撑，看到笑脸他受不了会直接跳。这叫做什么？攻击他心中最软的那一块。